视频之前先说一个小福利，转发这期视频并评论，我会在评论的下方，那么抽一名幸运观众，给大家在京东上直接购买全新的我今天说要说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 QCY 的这个 T1 啊。OK， 那么这个头发呢是没有我，他就给我剪成这个样子，没有抓的时候的样子，是不是就感觉就是一个把这边给割成平了，然后这边就感觉很奇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头发啊。我肯定要去修的，找时间我肯定要去修一下。OK，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关于一个无线蓝牙耳机的一个开箱。那么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的 Redmi 就是红米呢发布了 AirDots， 它的售价是99.9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还是在抢购阶段啊，好像是目前来讲要前于前一阵加价，甚至加到了370元啊。这阵可能是大概是加到了，还是加将近快100元的价格，也就是差不多大家需要花200元都能买到啊。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发现不管是 B 站的评论呢，还是这个弹幕都有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个 QCY， 就说什么 QCY 的换壳或者说换牌的一个东西，说是不是 QCY 代工呢？我就在好奇那 QCY 是什么呢。于是呢我就去一搜，哎，确实是，居然 QCY 也有一款的它的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在京东上卖99元，而且呢也不需要抢购。那我就好奇了，既然网友都在说是不是贴牌，是不是怎样的，那我就购买了一款 QCY 的一款耳机啊，那么就是我手上这款 QCY T1C 啊。我记得好像还有 T1， 然后这是 T1C， 那么我这是在国外买的，它的售价呢是28元，其实是比国内贵一些的，国内是99元啊，京东包邮，所以说呢这应该是国内的一个厂商，所以说呢在国外卖的价格稍微有些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同样的价格，我们是购买 QCY 呢，还是购买云评测的我们的红米的那个 Red Dots 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是 AirDots 是不是 AirDots啊，我们主要是来看这款耳机对比我们的这个 AirPods 怎么样啊。那么关于那个红米的那款呢，我到现在也是没有拿到，所以说没法给大家做横评，但是呢我们就看一下这款能不能达到你的需求。如果能达到的话呢，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去省下那100元的加价啊，直接去买我们的这个99元的这个 QYC 的一款蓝牙耳机啊。 OK， 那么我们就来开一下箱。OK， 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QCY 了。那么它的包装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这边是一个侧透，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些简单的信息的介绍。那么他们说它这上面介绍呢说充电时间呢大概是这个2小时，然后这个总的使用时间应该是算上充电盒的使用时间是120小时。耳机端呢是43毫安时，然后呢加上充电壳呢是350毫安时。那么这边呢是这个蓝牙 5.0 的一个传输协议啊，所以说我们就来开一下箱，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设备到底如何。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QYC 了，那么非常的这个廉价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个盖子啊， AirDots 都有盖子啊，这个没有盖子就感觉你可能会掉，但是呢大家看还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你只要这么摔也摔不出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看一下配件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充电线，然后一个耳塞替换的耳塞是用这个记忆海绵的替换耳塞，还有一个说明书，那么非常简单就是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的一个整体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QYC。 对比我们的 AirDots 呢，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好像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是比 AirDots 是我们这个 AirPods 的会更大一些些的，这 AirPods 更倾向于一个盒子，而这个呢就是一个长条形嘛，因为他们家做的基本上都是做的这种类似长条形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做工方面呢，给大家看一下一些这个 B-roll 啊，就是觉得这个做工很差啊，就是非常非常差的这个做工啊，这个接缝处也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呢整个我拿在手里面呢，这个大概两个重量才相当于一个 AirPods 的重量似的，就是非常非常轻啊，感觉拿在手上感觉跟没拿什么东西一样。这边呢充电口也是这种Micro USB 的充电口，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最不能接受它就是裸露的嘛，就感觉裸露的好像很不安全的似的，感觉就好像灰也可以进去那种感觉啊。那么具体呢我们就连接一下手机啊。那么既然它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一个对标我们的 AirDots， 所以说呢肯定连接的最好还是我们的安卓手机，于是这边呢我们就使用我们的魅族16啊进行一个测试啊。那么这边呢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 AirDots 拿出来，哇其实很难拿出来啊，因为它都是塑料嘛，所以说非常的滑啊，
就是比较难拿出来，因为它有自己的吸力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造型呢，对比我们的这个 AirPods 的话呢，它就更有点像那种所谓的入耳式的那种感觉了。其实呢，大家是喜欢这种半开放式还是喜欢这种入耳式？我个人认为呢，我更喜欢这个半开放式，是因为半开放式我戴起来会很舒服。像这种入耳式的话呢，可能如果像这种无线的还好，但是有线的入耳式耳机真的这个听诊器效应非常非常严重啊，戴起来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呢，像我这种耳朵的话呢，我还是会更倾向于这种半开放式的。当然了，无线的话呢，就另说了。但是整体的重量来讲的话呢，这个 这个 QCY 的重量是轻很多的啊。这边呢是采用的这个有线触点进行充电 ，AirPods 也是这个有线触点啊，好像是也是有线触点，因为我看到这个蓝牙盒子这边呢也有这个有线触点，所以说AirPods 好像也是这个有线的进行充电啊。那么这边是两个触点，然后整个 Air 这个。然后呢，整个耳机端的做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差的啊，就是有明显的这种接缝痕迹啊。相对于 AirPods 而言，当然了，99块钱的产品呢，你对于它的奢求，其实我觉得，对吧？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连接的方式啊。我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长按一端啊。我们先把左面的戴上了。哇，这个耳机怎么戴？哦，大概是这么戴啊，应该是长按吧。OK， 长按以后呢，就是这个在闪烁，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配对阶段。不好意思，连错。我们再检查一下。OK， 看到了 QCY T1， 那么连接成功了啊，然后我们带上去。那么我现在呢只是单独的连接了右面那一个，所以说我不太确定左面有没有连接上，所以说我们就测试一下它有没有连接上，就是比较智能一些啊，我们测试一下。 OK， 当我没说这个左面的，如果你单独的配对一遍左面的以后呢，右边的不会自动连接上的啊。那么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再进行配对右边的这个。好， QCY， 刚刚这个 L， 这边是 R 啊，好像是需要，感觉是两边你摘下来以后，两边要相互单独的开启啊，这点就肯定没有小米做的那么好。但是呢，如果你两个都进行配对成功以后呢，两个会同时的滴滴滴滴进行一个提示啊。我们试一下，简单的我听一下这个感觉啊。大概我摁下来以后，大概差不多快接近半秒的一个延迟啊。那么单从听音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刚刚听的大概都是一些口水歌，所以说呢我没有听那些什么蔡琴的故事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个一些古典音乐之类的。那么我觉得一般大家如果拿这种耳机的话，一般很少会去听小提琴小提琴协奏曲啊，或者是那些钢琴曲的，我觉得应该很少吧。那么在听人声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款耳机做的还是可以的，那么我觉得是对得起99元的这个售价的啊。那么但是唯一的小缺点就是说，在我听一些比较安静的一些环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会能非常明显的听出有那个小小的底噪声啊。那么因为我没有这个小米的那个 Redmi 来进行对比，所以说我不确定这个比较便宜的耳机是不是都有这个效果，都有这个原因。但是呢，我听我那个索尼的那个很贵的那个1000X 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情况的。那么，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才价格99嘛，要什么自行车？那么，但是整体听感来讲的话呢，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就试一下这个，我们如果把它放进盒子以后呢，再拿出来会不会自动连接啊？我们来试一下，因为小米的那个 Redmi Dots Air 那个 Air Dots 的话呢，是可以自动连接的，我们试一下这个会不会有没有自动连接的功能啊？我们把它放回去。OK， 这边呢没有指示灯啊，或者只是说我正在充电的一个指示灯，感觉怪怪的啊。那么我们把它放进去以后呢，我把它放进去了以后呢，它没有自动关闭啊，而是说还继续播放，就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你要那个不用的话，把它放到盒子以后呢，你可能还要进行手动关闭吧。我们试一下，确实是啊。还是正在连接的，那我们试试只关一面的话，它会不会把这个另外一边也给关掉。OK， 那么如果说这两个耳机呢匹配完毕了以后，你关一面，这两个耳机还是会同时关闭的。所以大家看到蓝牙已经断开连接，那我们试一下拿出它会不会自动的打开蓝牙连接。
OK， 他并不回啊。那么看来我们需要开启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只需要开一遍耳机就可以了吧。那么它的蓝牙连接时间大家看不像是那个网上说那个 Realme 那个 Redmi 那个连接速度那么快啊，这个大家看一直还在闪蓝灯啊，闪这个连接灯的这个标志啊。啊，是不是我们要把这边再打开才行？看现在哦。OK， 可能是需要两个，大家看到了，拿出来以后呢，你干单开一个是没有用的，你需要两个同时打开啊，才能进行连接啊。其实呢，这个机制呢和 AirPods 机制是完全相反的。AirPods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实时待机的那种感觉，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完全两个个体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这个连接方面这样子，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播放视频啊，它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延迟啊？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用这个 YouTube 来，我们就用这个 YouTube 来进行测试啊，我们来戴上看一下啊。那么我刚刚试了一下呢，我们 YouTube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可能刚刚你点开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延迟，但是呢 YouTube 好像有一个延迟补偿机制，就是说如果它检测你的蓝牙耳机有延迟的话呢，它会自动的进行声音的这个切换和对轨。那么我们就试一下使用我们的哔哩哔哩啊，看看可不可以，我记得好像哔哩哔哩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说我们试一下哔哩哔哩的这个延迟。OK， 那么我刚刚试了一下，那么哔哩哔哩也是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它对于看视频来讲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它的这个蓝牙的这个连接呢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太高的延迟，我觉得整个视频效果呢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AirPods 是差不多的。如果说大家这个手上面的那个Redmi， 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测试，看看它看视频会不会有进行延迟，但是呢就我目前测试而言的话呢，这款呢看视频是没有延迟的啊。那么基本上结果就出来了，其实这款耳机的话呢，它虽然说没有像这个 Redmi 那么比较 fancy 的功能，就比如说你拿出来以后呢自动的这个连接，但你可能需要拿出来以后呢打开，将这边进行打开，然后呢可能外观方面呢也没有这个 Redmi 那么好看啊，但是呢它的售价是99，而且呢你有时候领券可能能达到89，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它不用抢嘛，你像 Redmi 它其实已经不是99.9块的一个蓝牙耳机，而变成了一个199.9块的一个蓝牙耳机了，所以说那么再加100块钱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你因为很多人嘛其实对于蓝牙耳机的需求其实可能只是出门的时候听一下歌就可以，所以说可能不需要那么太多次的频次进行拿出和放。我觉得这款耳机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进行购买的。当然了，如果说大家不在意这个耳机的做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这个耳机的做工确实是稍微有些差了。那么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没有拿到这个AirDots， 所以说我只能云评测小米那块耳机不值得购买啊，大家可以尝试购买这块耳机，是因为小米那块耳机要加价。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他出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云评测嘛。那么既然我们这本视频到这里啊，那么更多视频呢请关注 Technology BB 的订阅账号，也别忘记加屏幕这个位置的群啊，和我们200多位小伙伴们一起来探讨科技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么就这样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